Oh.
我必须更加认真，逃离既定的路程，只为轻松一回的人生。即使回忆损毁，也想积极曾因何而无畏，无悔。时间变得忙碌而缓慢，不知不觉放松了勇敢。现实会让一切复燃，可惜我不会平凡。恭喜你Team H2 Alpha 之星的公演。那么接下来还有击掌环节，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依次和我们击掌。